WW， 也很多人婚宴会办在这啊，对啊，高级的，而且有些 party， 听说它的泳池是温水的。哦，真的、哦，我有带泳衣，你也带泳衣，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是很冷。哦，这边好熟悉哦，以前送货常来这里。以前我在阪急百货有归位的时候，也常来这边送货。I'm getting chills when they tell me you're not yourself. 对。那房型部分有就是房型是给到我们的家具是客房是比较大一点的房型。好。那边有一个榻榻米，如果就是不想要加床，我们就请我们铺成床是 OK 的，就跟我们，你等下跟我们讲，会帮你多送一个棉被或枕头是 OK 的。好。没有行政走廊吗？我们这边的话是有 happy hour， 就每天的5点到7点，嗯，就是有一些就是酒精性饮料是可以做选择的。那像说这个就是在我们这边酒吧，就是我们31的酒吧。这边或31楼。对。那现在这个时段的话，就是10点到5点啊，在这边的话是有一些咖啡啊、茶或者是 soft drink 可以做使用的。这次的话有需要帮先生安排我们的 day check out 吗？4点钟，因为您是我们白金卡会员的话，是可以选择说您要早餐或是点数。早餐好了。早餐的话，好的。你刚才不是 check in 吗？怎么没有 check in 完就在这里了？没有，我们刚只 check it out 了。这个刚刚 check in， 你看，我们先来他的10楼外面这边喝点饮料。你点了什么？我点了气泡水，因为我想喝水。然后他们点了一个汽水，一个果汁。对，等一下再来介绍房间吧。我们先休息一下。行李已经被他们拿去楼上了。我们今天运气很好哦，他有帮我们升等成2410，他说是比较大的房间呐、啊。In a grove by the river.There's a willow tree where we used to meet up. 亲爱的，你有没有觉得你后面好多人哦？对，你有没有觉得 W 好多外国人 ？W 什么样的人都有，对，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人，你可以听到不止一种，不止就是不止五种语言。对，我们刚才坐在这边就听到韩文、日文，而且还有像是那种对。就是欧洲的那一种，对，好多、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语言。他们这边蛮国际化的，是我们近期在台湾的饭店算是看到最多外国人的。就是感觉如果来台北，可能就会住信义区。对啊，住信义区，你就想到的指标型饭店应该就是台湾。感觉就是你看哦，如果你把了一个妹带来这边，又开始。好了，走，我们去房间看看 ，Let's go。商务中心在9楼，他的健身房跟舒压舱在12楼，我觉得舒压舱跟这 SPA 了，我猜。2410，我们在蛮后面的哦。哎、欸，感觉房间好像很大哎、欸。对啊，他房间跟房间的间距蛮大的，我们要开箱了哦。2410。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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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过去啊。先进去，哎、欸，很美，风景很好哎，好小哦，我们是底下是很小吗？真的很小吗？我看一下，来，你睡坐好了，不会啊，还蛮大的啊，你睡坐好了，我要睡坐，还蛮大的啊，而且我喜欢这个 view， 姐姐，你看那个就是大巨蛋。干嘛看菜单啦、啊？就看刚好挂在门口嘛，看一下。看菜单做什么？这个菜单也是不是很便宜。菜单怎么会放在门口、啊？就是早餐啊，如果说你不想要下去吃早餐，哦、你只要在半夜2点前把这个挂在外面的门，他就会帮你送早餐。哇，那也是蛮方便的呢。可是就是有点小贵。好、哦，这个是衣柜，衣柜在这儿，它衣架很多，这么多衣架、啊。对啊，衣架还蛮多，而且它的衣柜比较深，那个熨斗啊、烫衣板，然后这边还有一件浴袍跟洗衣袋。哎、欸，它这个浴袍怎么这么件啊？还有一件在隔壁，啊、在隔壁、啊，在本寿里面。对，然后它的放行李的架子在衣柜里。欸、这很少人看到这样子。真的蛮大的啦，就很深。这个是擦鞋布，擦鞋布还有什么呢？这是滚筒衣刷，这我第一次看到。滚筒衣刷到底是什么？打开来看一下。滚筒衣刷，欸、这个也是第一次看到的。这好酷哦！为什么？我把它撕开，快乐，哇哦！你知道这要干嘛的吗？它有粘性，就是粘一些起毛。对啊，对啊，哎、欸，这不错哎、欸，这我要拿着，这我喜欢。
带走。再来，我们去厕所。先跟大家讲 ，W 饭店的厕所，请你不能就是一定只能跟另外一半来，因为他那窗户不能锁，它很透明。好，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这边木门打开。他这边是不能锁的，就是外面的人想开就可以开，随时都可以开。对，他的厕所其实蛮不一样的，对啊，设计蛮特别。他的厕所有一种我不会讲的感觉，他整个饭店呈现一种混搭风。对，他你看他这个感觉是很现代的材质，可是他做起来很像灯笼的那种比较古式的东西，然后又配上一些木头色，这个有点用木色的感觉，我不知道算不算时尚吧，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的那个感觉，有点混搭风。我觉得他厕所浴缸蛮大的，比一般的浴缸大一点点。对，是一个方形的。然后毛巾在这，这是什么啊？哦，这是给你挂首饰的啦。我看看，就是你有一些比如说手表啊、戒指啊、项链就可以先挂在这，给你挂饰品的，很 sweet 耶。对啊，不错，这个那真的是真的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看它这个整个呈现荧光色，哎，我觉得这真的很可爱，它是超级混搭木头的这种感觉，可是底下却是这个、啊、这个很少，很现代普普风。对啊，你看它的包装都是这种，完全跟它的木头色系超不配的。真的。对啊，这是梳妆组，然后这个是这感觉是刮胡刀，梳子，这是吹风机。好，来，又到了每个月来拆吹风机的时刻，来什么牌子？它吹风机有个板子，哎，是为什么？什么牌子？猜一下。这个摸起来感觉是飞利浦。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是不是飞利浦？我猜这次是国际牌。我觉得他感觉是飞利浦。国际牌是最早出现的，我觉得我一定能猜。国际牌很常出现，好不好？飞利浦。飞利浦，对，猜对了。它形状很飞，很飞。然后这边有附一罐水，可是这瓶是要收费的、喔。对，260块。然后这两罐是不收费的，可以喝的水。然后杯子，你看它杯子是红跟绿，哎，润肤乳跟这是什么？洗面乳，哎。面乳啊，哎、欸，很少有敷到洗面乳，这是专门洗脸的，也蛮少的。对啊，洗面乳是第一次看到。它整个呈现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这种混搭普普风。而且你看到、哦、它这个洗手台啊，也非常的酷。这是形状是在形状蛮酷的，对，在侧面。对，所以它整个是感觉啊，它的配色各方面来讲，我个人是觉得普通啊，我没有说非常。没有，我也没有很喜欢，而且它好高、哦，你看这个。就是、很多像比如说它的连衣。对啊，绿色的，这也是很少看见。马桶是 Toto 的，对，马桶是 Toto， 哎，它的 Toto 是高级的。这种是可以冲大便跟小便的啦，所以它更先进，连马桶里面都有开关。关起来。房间就是这样，我们这次是订一大床，还有附一个榻榻米。他有帮我们升一等嘛？我不晓得是升到什么等级，不过就是有一个榻榻米。今天老爸可能就睡这，他们三个睡这里。他的床好软哦。他的床很软吗？对啊，完了，我今天晚上睡榻榻米。这边就是感觉就是一眼望去就是台北的标准景色。然后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一种偷情神器。我看一下，这有各式各样的情境啊，夏天的晚上啊，就是现在，还有下雨的声音啊。可是有些人习惯在这样子的声音下睡觉，你就可以调整，然后它可以设定时间跟大小声啊。可是万一你查寝，然后我在饭店里用这个就不错啊。但人家这个其实目的不是让你这样用，是你自己把它设定成可以这样用，好吗？真的吗？是这样的吗？对，是这样子，好，没错。然后这是一个闹钟，它也是音响 ，JBL 的闹钟哎。对啊，好的，嗯，还不错。我刚一进来之后，我看到这个，这个是什么？超级可爱。我不知道它是羊还是贵宾狗，可是我觉得它超级可爱。可爱是羊啊，这很像贵宾狗啊，它就是发福的贵宾狗啊。哦、它就是发福的贵宾狗，在我眼里它就是这样。然后这边还有附这个凉凉糖，这个平台大家看到很高级，所有的东西都要钱哦。对，它其实你看到这个什么，比如说行李吊牌啊、饼干啊，这些都是要钱的，都是另外收费。哦，这边的酒杯也都很高级、很漂亮，可是真的要小心。对，这个应该，这都是天天。对，千万不要弄错。对，而且还有很久。最特别是这边啊，这边还有一个 surprise， 打开是什么呢？它里面有好多东西哦，可是它其实都是要收费的啦。对，这是100%是要收费，有一些防晒乳啊、雨伞啊、帽子啊，还有丝袜什么的。
帮你备足了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你会漏带。那如果你真的很临时刚好需要，就什么都有，只是你就付费就是了。还不错哎、欸。对啊。方便。美瑞知道公司还有他自己的 logo， 看一下。有开瓶器，这边有转红酒的，这里有一个茶杯，还有一个水壶这样。可是这里有一个这个哎、欸，这要做什么用的啊？在家在饭店摇泡泡茶。这个这不是那个摇那个，比如说你去买五十啦那种饮料杯才会有吗？就哎，老板我要一杯大奶微微，就这个，你知道大奶微微是什么吗？就是大杯珍珠奶茶，微冰微糖。哦，大奶微微。对，大奶微微。那整个来讲呢，就这样子，给各位看一下。等一下五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他的 Happy Hour。I'm getting chills when they tell me you're not yourself. Trying to move, but it's hard. I'm out of breath. 我们要去 Happy Hour， 它有31楼跟10楼，那我们想要去31楼看看。好。这边好，这边好。哎，你跟老伊利耶，太奢华了啦！我们看你把这个包厢包起来好了，好不好？然后这边吗？你刚刚听到他刚说什么吗？一个包厢低消多少钱？你有听到吗？我不知道。9000。9000，好吧。我们今天的 Happy Hour 很开心，就来这么高级的地方，超棒！101就在我们旁边的，这也太奢侈了吧！你最奢侈的不是101在你旁边，是我在你旁边才叫奢侈，好吗？我觉得你讲反，应该是我在你旁边就是种奢侈，我还陪你来看101耶。哎、欸，拜托你说谢谢，你贵安可以贵安了，没事，你可以贵安了。对啊，每次啊，只要到有地毯的饭店就很容易过敏，不过饭店很好，他帮我们去买过敏药了。你每次过敏都要吃什么？利普利比利。那现在很不舒服，对不对？因为爆了以后啊。然后新天蔡林他在关心政治，叫你不要看呢，你就不要看，一直看一直看，11:16了还在看。2000 years。你讲可以考虑好朋友吗？重要吗？哈哈哈哈哈！等一下，还没要喝个水，喝个水，慢点，这边，喝个水。